今天我们到这揭开这个亚框啊，三方有牌，这一方没牌，这一方没牌，我们就往这边走，看到吧？就这里，这里跑偏了，看见没有？看，跑偏，我们经常就是用手，看这里，用手啊，特写，摇一摇，听见声音没有？这一摇，这个就是松动的、晃动的啊。你看这些它都摇不动了，这边的啊，这边这个啊，摇不动的啊，对，摇不动的。啊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拆吧。有的这个是上的螺钉，卡住了，我说怎么拿动啊？然后这样取开就可以了。你看这种是整体的，整体的就没有那个分开的好。然后这里有螺丝啊，一定记得这里有螺丝哦。它是把整个架子给固定在上面的。啊，我们现在不剪了，等一下来看一个安置三颗螺丝啊。你看这个，看见没有？这个看见没有？晃动啊，很明显就是这个东西坏掉了。我们就这样拆了，然后把这个打开，打开。你看这个它就是这里烂掉了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这个新的这里是好的，这个旧的看见没有？这两个一看很明显的哦，就这个要装在这个里面去啊，要装进去。我们然后把这个撬出来啊，很多朋友上次我说这个里面加那个什么加铁块的时候啊，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实力不够，或者是这个。你那个麻将的位置间隙太大，就是这个里面加一个那个铁块啊，这个磁铁的话你不能装反哦，你不能装反位置，你比方说这样取下来就这样装上去，你如果装反了等一下那个牌它吸不了。现在我们开始装上去，我们粘过了就粘上去了。再讲一下，我这个滑出吱吱吱的响，一般就是这里打油，这里打油，这里打油啊。这里有个张紧弹簧啊，看见啊，这里有个张紧弹簧，就是这边，我们把它拉住，然后把它挂上去。好，挂上去了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张紧弹簧啊，这里啊。
电梯的插件啊，这个不方便，等一下插的时候就不方便，安装好了就不方便。